如果你拥有或驾驶柴油发动机车辆或设备，一场产业变革的狂风暴雨正在发生，它将彻底影响你的生活底线。全球清洁空气的目标就是逐步用超低流柴油燃料驱动机动车辆和越野设备、船舶以及柴油发电机。这场变革将推动研发高效但价格昂贵的发动机。即使你现在没有感觉到这些变革为你带来的影响，你将很快感到它们给你带来的震撼。因为当今高效能发动机的燃料喷射器在高达3万 PSI 的高压下运作，即便燃料中存有微量的水或少量悬浮污垢，都会快速引起喷射系统的部件腐蚀、发动机过早的磨损和昂贵停机的事故。此外，低流柴油含有较少天然润滑剂，这会导致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传统的后备式过滤技术已经再不能充分保护您的重要引擎组件，而且如果没有适当随机柴油燃料调节，小的发动机过滤器很容易被灰尘和其他污染物堵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燃料处理系统对于维持所有领域的柴油发动机运行，从海洋运输和柴油发电到建筑、农业、运输、矿业的寿命都至关重要。为有效保护关键和昂贵的发动机部件，你需要燃料处理技术和过滤系统。这些技术和过滤系统已被证明对清除水和颗粒污染具有效力。经济有效解决方案都针对在最苛刻的工作环境下设计的。要想拥有这份心安理得享受，请使用凯登过滤器。凯登过滤器是一种高性能柴油发动机，是先进燃料处理系统方面公认的全球领先者。我们最新的创新技术得以继续让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船队和各种类型设施可靠正常的运行，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具有70多年的经验了。凯登过滤器提供了快速、有效、在线上能处理大量燃料的系统，它集专利、单向过滤和分离技术为一体，以便达到清洁燃料的目的。因为清洁燃料时要从一个储油罐转移到另一个储油罐，我们的再循环系统清洁库存和日储油罐内的燃料，以便交付给任何连续或间歇使用应用程序。使用凯登过滤器的工作船队报告说，发动机的过早磨损下降了80%，与燃料有关的发动机故障减少了90%。使用凯登自动化系统以清除储存罐中存留的水的油库经营者，已经体会到燃料的浪费和使用手工方法的劳动力的消耗已经减少了95%以上。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都承受不起昂贵的停机时间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使用柴油发动机时，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燃料永远都是清洁的。现在你可以依赖凯登过滤器这位专家来延长你的能量。要了解全球有关柴油发动机设计的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你的运营，请与我们联系。